位跑去台北的西门红楼同志，所以同志推荐你去买情趣用品。没有，他就说带你去逛一逛，所以我们就去逛一逛。对，而且是 gay 的情趣，对，专用。那边有你可以用的东西吗？有哎，对，应该有是一样的东西。没有，可是我发现那个东西很妙，我今天没有带过来。哎，有在我的包包里。什么？就是有情趣用品，你包包里有情趣用品，随身携带吗？随身携带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是谁？你不需要伴侣，你是境界，他一个人过得很好。没有啦，是因为上节目需要另外一半哦。你这样如果在捷运上面东西掉出来怎么办？好尴尬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他是完全看不懂的，很像是玩骰盅的那种。对对对呀，我们那时候进去，然后他就俄罗斯娃娃，他就各种不同的颜色。跟形状就这样一个一个摆着，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啊，因为跟我们想象中的情趣用品完全长得不一样。它里面是细胶，然后有一些每一个姿势可能里面的弯度，可是你今天是要推荐给太太们的啊，这是先生用的。对对对，所以 OK 就让先生用。我的 gay 的朋友解释之后，是太太懒的时候就要先丢给先生的。因为我那时候跟一个女生在一起嘛，啊，然后我们的 gay 的朋友带我们去那家店，然后我那个女生朋友一听到，她就说：“老板，我要买一个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这个是给男生用的，你那么高兴干嘛？”她就说：“你知不知道这可以省掉我多少功夫？”真的，我说很累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她就说：“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有这 size 吗？我要最小的那个。”我们从此以后看他先生的眼神都不一样，就会想知道太多事了。我不想知道太多事。亚兰说他的女友女生聚会是要抱怨先生太喜欢这件事，这是在帮 too much information。亚兰，以后碰到超英哥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每天早上录电台都要看到他，是不是？因为有时候你这个是炫耀文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跟炫耀美颜，就是想要跟当过兵一样的东西。那不是炫耀文，那是一种压力。真的是一种压力。有时候女生是看感觉，可是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对方会一直想要的时候，你会。他有件事请教各位啊，他说他先生是，如果今天被拒绝了，那这个配额明天要补上。对，什么？这样还蛮有压力的，很有压力。你觉得？然后明天要两次的意思？没有，不用两次。所以说他一周必须，他一周必须要发生两次。真的很累。是不是？有人说你需要喝一杯，你需要喝一杯。拎了拎了。我觉得你们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明确的理由，就是你们高兴或难过都可以喝一口。Anytime 都可以喝一杯啊。哎，你墨鱼很好看。康熙最近收视率不错，哎，来来来，太棒了，恭喜恭喜，庆祝一下，庆祝，去了去了，哦，新年马上要到了，太棒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有点完美，我们羊年行大运，一号机有在拍我，谢谢，特写特写，我们制作人姓李耶，怎么那么巧？你是大喜有点大喜吧？恭喜恭喜，我是木子李，辛苦辛苦。所以你们刚刚认为那位太太讲的是炫耀文，啊？不过我更不想知道，因为每天看到超明哥，我要把耳朵关起来。Too much, too much, 我不想要有这个画面。他几乎每天都会碰到。所以亚兰，你要把刚刚那个俄罗斯娃娃就拿去给啊，对，对，所以你就可以。我老公不喜欢，他觉得他没有感情，他说他喜欢有感情。你们结婚超过十年了吗？13年。然后他还这么热情，而且他真的就是每一个动作都要到位。尺度的问题，所以你讲的人是侯志刚。我在说，我胸肌最大。你整瓶都给我，我要把背景忘掉。One more， 对，安静安静的时候也需要喝。好，所以聚会时候骂先生这件事是不包括，不带脏话，不包括床上的事情的。其实什么都可以讲，没有，都看你讲。然后是你要抒发你所有的这种压力事情，然后分享。女人是很需要讲很多话的。你们是不是今天带了一支你们在外面作乐的影片来？
有吗？那个作乐是 Girls Night， 我们真正私底下 Girls Night 哪一个影片？可以，你可以不会太丢脸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是哪一个？我看不是很清楚。好，放出来看看，放出来看就知道。会觉得好心酸，没有，令人鼻酸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就令人很心酸，令人鼻酸了，不会啊，我们不喝酒，我们也是这样子啊。而且刚刚万一有欧洲的观众会听到霸文在讲这一句话，好，你们在干嘛？那天他生日，然后我们朋友包了一个餐厅给他 surprise。你内容有说到要叫脱衣舞男来吗？那是另外一个生日，是我自己，我先自己办，我不知道我朋友办了一个惊喜，这个就对了，这就是吗？对，这是我生日，我自己办的生日 party 啊，我 Alex 帮，我应该是说 Alex 帮我办的，你自己请的吗？没有，是朋友帮我请的。哦，我们这边还有大蛋糕吗？还好吧，大蛋糕拿给你嘛，拿就拿嘛，畅销作家。蛋糕啊，所以蛋糕我太大了吧？为什么蛋糕越变越？谁的？我带的。为什么都是甜食？没有，这个真的很棒。它的 cream 你们一定要吃。这不可能是，那来嘛？这不可能是一般女生聚会时候能。这就是我们一般女生一定要吃，而且八个女生都爱蛋糕。这热量很高哎，这应该是一桌女生吃其中一块。这个 cream 这如果我们姐妹头带出来，一定被大家骂死。不可能，害死别人。最近她怀孕中，她尺度错误。不是，我们全部都是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每次都说要带这个，然后全部都扫光。你们一定要吃她的奶油。一人一块哇。一人一块可以啊，顶多两个人分一块。Oh my god！ 因为你6个月怀孕才这么瘦，你才可以这样吃，我们不行啊。没怀孕，现在其他太太们就不愿意。没有，你吃一口，一口就好。好，一口。那个你奶油一定要吃。好，对不起，你是说它好吃到无法抗拒，是不是？连男生都爱，它的奶油很特别。只是增添一个喝红酒的借口而已。不是，就是奶油。味道，它奶油味道真的不同，有没有不一样？啊，它有一种香味，是酒。对，喝奶油里面有酒啊，有吗？对，这是孕妇偷喝酒啊。命令一片刻，老公不闻不问，小威神一言识破。你现在还会打给你？我现在他根本不打给我，不管我死活的。我自己滚回家，然后我都说哦，他，我还自己说哦，那我大概可能12点半才会回来。他说呀，这可以 don't worry， 没有关系，他饭。他回到家之后他已经睡着了。呀，他说不等人。他说我知道你跟谁出去，你